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今集的时代观景呢，想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就是关于读神学的。作者呢，就是一位很出名的神学家 Miroslav Volf， 台湾呢亦做沃夫，亦都有人叫做和夫。他呢，我以前介绍过一位神学家的著作的。他最出名的有两本书对我影响都很大，一本就是讲《拥抱敌人》书名是 Exclusion and Embrace， 中文应该是《拥抱神学》呢就因为 Wolf 他的背景很特别，他是克罗地亚人，在美国和德国修读神学，同埋系教书。咁啊，佢个喺杜平根大学咧，就跟莫特曼教授咧，即系做呢一个博士论文。咁佢当时咧就系用一个题目咧，就系讲复和神学嘅，即系点样去用基督个爱咧嚟到宽恕仇敌，同敌人咧系拥抱，达至复和。咁啊，佢做呢個題目嘅講學嘅時候咧，莫特曼咧就起身咧挑戰佢，因為當時咧就係南斯拉夫咧就係發生內戰，咁啊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之間爆發咗激烈嘅一個血腥嘅屠殺，咁啊塞爾維亞人咧武器較多啦，咁啊屠殺咗好多克羅地亞嘅人，咁所以莫特曼咧就挑戰佢嘅學生，即係 Wolf 咧就問佢：如果而家企喺你面前嘅就係一個塞爾維亞嘅戰士，他殘殺你的同胞，強姦你的婦女，蹂躪你的孩童，你能不能夠同樣的向他伸出雙手，尋求擁抱復和呢？這個尖鋭的問題呢，令到 Wolf 是無言以對，被迫呢回去呢重新思考呢他整個的論文，還有呢他的基本上是重新來到寫作他的寫作另一本書呢就都是跟他的生命緊密相連，也都影響力很大，是叫做 The End of Memory， 記憶的力量。因為呢他在成長的時候呢，就是克羅地亞仍然是南斯拉夫一個東歐鐵幕國家的一部分，他去當兵的時候呢就不知道呢原來這個共產鐵幕國家呢就對他，因為他的家庭呢是有基督教的背景，又娶了一個美國人做太太，對他呢個家庭背景呢是很有懷疑，一早呢就認定他是特務是間諜，所以呢就自己一個局呢來到陷害他，變成他在那個軍隊裡面當兵的時候呢，即服役的時候呢，同一隊伍的即上上下下的人呢，其實全部都特登安插下去呢，是要刻意套他的說話，在他日常生活细节讲话里面找他的痛脚，然后过几个月之后呢就说他是间谍，要对他进行长时间的疲劳审讯、囚禁、这个对他构成很大的精神虐待。多年后呢他回望这段的经历的时候呢，他就问自己应该怎样对待这个伤痛的记忆，怎样能够真实地去记得，就是而是能够不被那个记忆去伤害，去蚕食自己呢，怎样将这个记忆呢置在这个基督十字架神圣的记忆底下。这本书呢对我的帮助也很大。今天呢介绍呢这本书呢就是它的名字就叫 For the Life of the World。暂时呢就找不到有中文版，没有中文翻译的名字。可能个或者个译法呢应该是说为了今世的生命。Theology that makes a difference。这个与别不同的神学，或者能够造成分别，能够有真正影响的神学。作者呢 Miroslav Volf 和另外一位作者呢 Matthew Crossman。这本书呢为什么特别呢，就是因为 Volf 就有感于呢他在北美呢是教神学很多年，目睹呢神学界呢是面对很大的危机。有些什么外在的危机呢，比如说是栖身在大学里面的神学院就遭受到大学呢越来越世俗化的冲击。而且呢就是说很多大学呢都追求呢学术上面的排名排位
就更為着重咧，就係一個自然科學啦。就算人文科學咧，都係着重嗰啲可以驗證嘅、可以考據嘅，譬如歷史啊咁樣嚇。對於即係比較抽象嘅，譬如哲學啊、神學呢啲，而且神學咧被視為咧係帶有神秘宗教經驗咁，即係唔係好客觀可以去求知、去驗證、去講論嘅咁。咁所以咧係嗰個地位咧越嚟越係下降嘅嚇。好多大學咧，甚至係收縮個對神學院嘅經費啦，咁嗰個教席嘅數目係減少啦，咁啊出邊咧，即係教會嚇，即係大宗派辦嘅神學院咧，個情況亦都係面對好大嘅危機咧，就係話學生嘅人數不斷下跌啦，經費咧被削減啦，甚至咧亦都有啲宗派咧就覺得神學院訓練出嚟嗰啲畢業生咧太過學術性啦，或者太過自由化啦，就唔適合佢哋個教會，咁咧就寧可自己設咧聖經學院，用自己嘅認為合適嘅方法咧去訓練傳道人。咁呢啲各種嘅因素夾埋咧，都係令到咧嚇，即係讀神學咧個出路咧係越嚟越窄，無論係走學術教書嘅路。或者係去教會、基督教機構咧任職嘅路，咁咧都係咧係艱難啦，回報低啦。但係咧讀神學嘅成本都高嘅，其實你要10年8載啦，即係認真投放落去咧，先至能夠學有所成嘅。咁所以咧，沃弗睇到咧就係客觀外在嘅環境咧，對於讀神學嘅人決定讀神學嘅人咧，係構成好大嘅挑戰。但係佢認為咧更大嘅危機咧，其實係一個內在嘅挑戰。嗰個內在嘅挑戰係乜嘢咧？就係、是、神學生咧，好多佢觀察到咧，係同呢一個基督所賜嘅豐盛嘅生命咧，係脱一節，就係、是、隔開咗。即係話讀神學變成一個純粹係頭腦上面知識上面嘅一個活動嚇。咁、咧，甚至好多讀神學嘅人咧，唔叫自己做神學家，叫我係歷史學者啊、聖經學者啊，而且咧，佢哋學嘅、讀嘅。想嘅、写嘅、教嘅，同佢哋嘅基督徒生活或者同教会嘅生活系冇必然嘅关系嘅，甚至冇任何嘅联系啊。咁所以沃芬咧就觉得呢一个咧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因为点解咧？佢认为我哋嘅神学嘅研究个中心点咧系耶稣基督，我哋嘅信仰嘅核心就系基督喺十字架上面嘅死亡、复活、再来吓。呢一个咧系在世人看为系愚拙嘅。在神看为咧系莫大嘅智慧，在世人看为咧系软弱嘅，但系在神看来咧，佢系拯救世人嘅大能。咁所以沃芬认为咧，如果我哋唔以基督为中心，唔定睛喺十字架喺基督身上面咧，我哋系冇办法做到一个好嘅神学嘅吓。咁所以我哋所信嘅，即系同我哋即系所经历嘅，即系我哋嘅思想。同我哋嘅行为、我哋嘅生活咧，系唔能够分割嘅。如果我哋将神学咧，即系同我哋嘅信仰生活咧切割开嚟，变神学咧变成只系一啲学术上面嘅追求、知识上面嘅探寻，同我哋嘅信仰生活咧系失去咗联系咧。佢呢个咧先至系读神学、做神学嘅人咧最大嘅危机、最大嘅考验。咁咧，呢本书里边咧，即系沃芬咧，好大胆咁样咧去论证啦，话你要做好嘅神学学问咧，其实你必须咧系要领略咧基督所赐嗰个丰盛嘅生命，以嗰、那个即系解开丰盛生命之谜，探究及活出丰盛嘅生命咧，作为神学嗰个起点、嗰个历程、嗰个终点。佢点解咧？咁除咗话，即系我哋譬如一个。研究營養學嘅人，咁佢照計自己個日常生活飲食咧，都應該同佢所相信嘅、所宣稱嘅、所教導嘅營養學嘅知識啊理論係應該一致啊咁，呢個言行一致咧係一個理由啦。但更重要嘅理由，更重要嘅理由咧，即係同讀神學嘅方法論有關嘅。沃芬咧係認為咧，如果我哋唔從信仰生活，信仰经历，从一个理解基督所赐嘅丰盛生命嘅含义咧，嚟到去出发咧，我哋系冇办法咧，真正明白咧信仰里边嗰啲即系智慧微妙嘅地方嘅。点解咧？因为除咗要有知识、有理性、有认真嘅努力去探寻之外咧，我哋其实对信仰嘅探究认知咧，系好受到
現世嘅環境啊、文化啊、世俗嘅經濟啊、政治啊、權力、社會環境、階級啊，乃至我哋自己嘅內心嘅各種嘅慾望啊，乃至別人對我哋嘅期望啊，乃至一個罪惡墮落嘅權勢，你嘛嘅腐蝕啊、拉扯啊等等咧，我哋好難咧有嗰個屬天嘅智慧咧嚟到明白福音嘅奧秘。咁但系咧，我哋唯有咧喺基督裏邊咧，即係經歷信仰嘅真實。體會到信仰生命的豐盛的真實，我們才能夠打開個眼睛，用一個新的眼光來到去看清個信仰的本質，明白呢，就是基督所賜的生命是一個怎樣的生命。當然，翁峰也都澄清，也都特別強調，所謂豐盛的生命，不是指說，物質生活很豐足，心想事成，我們有足夠的資源，實現自己內心一切的願望、想法，凡事順順利利，不是這樣的意思。即是在旭芬眼中，同埋喺好多信徒嘅经历里边咧，贫穷嘅人、受伤嘅人、被囚禁嘅人，同样可以基督经历到咧基督所赐嘅丰盛嘅生命，同样咧可以有信望爱，好似活水江河涌流出嚟，体会到咧嗰个有宝贝在呢个瓦器里边咧嗰种奇妙嘅奥秘。旭芬认为咧，呢个唔单止一个个人生命经历嘅追求啊，亦都系一个喺群体里边嘅。我哋要喺一个属于一个信徒群体，喺群体里边咧，去经历呢一个丰盛嘅生命，并且咧，我哋要睇到咧，就话即系世俗嘅文化咧，有时对于我哋理解呢个丰盛嘅生命咧，系造成障碍。比如话过分强调物质生活啊，或者强调呢个经济回报啊、排名啊咁样，系会窒碍咗我哋对嗰个信仰学识咧嘅追寻或者走歪路嘅。喺某個程度上面咧，因為世俗文化咧，如果向正確嘅方向發展，譬如多元文化嘅出現咧，係令到基督宗教咧同政治權力咧可以非必要地，即係唔需要綁埋一齊啦。或者咧係人權自由嘅發展咧，令到奴隸被釋放出嚟，婦女咧得到平等嘅權利。咁呢啲都係令到我哋更加容易咧，能夠係去即係擺脱咗一啲不要嘅羁絆咧，去明白嗰個福音嘅奧秘、信仰生活嘅真諦嚇，咁所以現世嘅文化咧，佢既可能對我哋即係信仰生活、神學知識嘅探尋咧，係造成障礙、造成偏見、造成封閉，但係咧，亦都可能係有助於我哋咧打開眼界咧，係去明白咧基督所賜嘅豐盛嘅生命。而我哋所做呢一啲嘅探尋咧，唔係為咗我哋自己，唔係為咗標榜我哋自己咧啊，有幾多嘅神學嘅獨到之見，而咧係為咗突顯呢一個豐盛生命嘅源頭，就係厚賜生命與世人嘅嗰位耶穌基督嚇。咁我覺得旭芬呢一個論述咧係非常精彩。對於好多讀緊神學嘅人，或者讀完神學畢咗業嘅人，如果覺得自己所讀嘅、所想嘅係同你嘅信仰生活或者你嘅牧養工作係脱咗節，覺得咧即係神學變得冰冷、乾枯。乾竭枯燥嚇，咁你睇即係 Wolf 呢一本書咧，我覺得咧會重新燃點咧，我哋對神學探究咧嗰、那個即係嗰個火花嗰、那個熱誠嚇。咁、我覺得呢本書咧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提醒嚇。但願咧，所有喺神學路上面嘅人嚇，都能夠蒙主嘅祝福，經歷呢一個豐盛嘅生命。多謝大家。